中抓到节奏。我怎么能对粉丝说不好听的呢？来，让我听见你的热情。我想了一下，这个英雄如果他射程这么远的话，他可以一级就去抢人家 buff 啊。只要我一上手，节奏就不会跑掉。全军出击。谢谢呆下户的飞机，谢谢老板的飞机，三分之一的中奖概率了啊、哦！还有三分钟开奖，我们这波抽奖。兜兜，拜拜。哎呀！哎呀，大狗熊啊！我很快就到，准备摇滚去。我一寻思他就得让我抢。跟着我的声音。怎么的？你害怕呀？你血瓶呢？把血瓶吃了呀？快点 A 一下 A 一下，接个 Q 吃药，平 A 致命减员，加血呀小炮，一下这都没中，平 A。你可别我打着你，我告诉你 ，A 一下，再 A 一下死，平 A， 呀，小炮跟鱿鱼换了，这怎么能行呢？回家了。哎呀，还有一分钟开奖啊，四分之一的中奖概率。啦啦啦！365年，再过50年，我们来相会。送到火葬场，全部烧成灰。你一堆，我一堆，谁也不认识谁。全部送到农村做化肥。还有一分钟开奖啊！螳螂来不来？螳螂，哎呀，这鱿鱼其实，鱿鱼的射程比我们稍微远一点。哎呀，这个一没中，我靠！一定要杀鱿鱼啊！哎，这鱿鱼没走位的，我让你不走位，小炮呢？这波居然没小炮，恭喜大腿上的秘密。
回血。请不要把我的歌词错当成我自己。哎呦，这鱿鱼确实比我射程长一点。我把鱿鱼杀了。哎呀，这都能死。你觉得他们还想再多听一会儿吗？那还用说。异动在抠，跟妮蔻一个样。不，妮蔻的异睡好几秒，他的异只有一秒钟。兜兜兜，兜兜兜。让螳螂给干了。哎呦我的螳螂，螳螂可是有点惨啊。炸弹人来了，先杀狗熊来。我就知道他得交闪现。气场，我都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。哎呀，闪现走了，可以，没事，那杀辛德拉吧。这艾瑟再敢上来，他死了。他只要出现在我屏幕之中，他就已经死了。没有办法出现在我屏幕之中，已经死了他。嘟嘟呀呀，这个大招居然空了，不应该呀，这谁调的智能施法呀，我靠。这是谁呀，这我都套虚弱了。跟我扑克，小伙子，你能扑克的过我吗？收波兵吧。呀，这个位置为什么会有一个塔皮可以吃呢？邪呀，还有助攻呢，这艾瑟就硬跟那小炮 A 呀。来，蓝林汉的折磨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先来这个。哟 ，nice 小炮。
咱能不能好好补兵，别沉浸在刚才杀人的喜悦之中了，行不行？好好补刀行不行？我能玩死这个寒冰，我让你们瞅一眼。哒啦哒滴哒，哒啦啦滴哒，哒啦啦滴哒，哟！铁闪一手。276，这大狗熊很挑剔，也许我该换首歌了，跟我一起唱。螳螂该下来赶开一波了，螳螂虚空掠夺者，你不可能压得住自己心底的歌声。有些兄弟可能每个英雄的名字他记不太清，你就可以给他调一首英雄名啊，在脑袋顶上，这样你都能记住了。要这鱿鱼走位还是可以的啊，这人一点走位也没有啊，我这一看呢，这就是无限往上冲啊！吵架了，那我可杀鱿鱼了。嗯，哎，我有加血，这救赎没出来，有点烦。W 走，可以。有。我要在你身上写个铲子，没想到居然是上当了。我以为鱿鱼挂机了呢。中路炸弹人可能要死啊，那狗熊来了，兄弟就在你右边，而且是有大的。在这等一会儿啊，看看对面人来不来，我们在这等一下子。应该没有眼儿，我感觉。算了，把塔拆了吧。没人呢，人都哪去了？小炮先进塔，不是进塔呀，先进草啊。我们跟着这小炮走，一会儿狗熊过来先杀小炮，我们跑。他能跳，我们不能跳。即使在梦里，我也能听见他们在唱。对不起，死了。赢，这不杀寒冰吗？这重平 A， 我这还把寒冰给我搭过来，不杀寒冰，后边居然出现了一个狗熊，没想到啊。你们有 W 吗？给他炸了！钓鱼呢？这是个啥呀？这是辅助啊！加个血来。
不在我旁边加不到血的小傻瓜，上去找找这海兽祭司。我们这老些人呢，等一会儿我能查眼，别着急，先把他触须给他 A 了。哈哈呢呀，这碰一下中，加个血回家。谢谢大家的鲜花，谢谢。先来个这个，再来个法穿海就差不多了。这寒冰怎么个意思？嘟嘟，你好，我来了。呜呼，哟，闪现。这寒冰能过来，绝对的旁边是有人，我告诉你，指不定这狗熊就搁旁边呢。狗熊搁这儿呢，我找到狗熊。我们已经知天使了，可以。干哈呢？给我中，还走呗。走位还挺好，还走位，还走不走位？你咋的呀？你要杀我呀？呀，哎呦我！能中个技能吗？那不好扔。那知天使的小妹妹中坑，这坑，对，你就往上冲啊，老狗熊，你就往上冲。对，我套你个电眼呀，没用，死不了，就是这么烧。哎，烧，看着吗？烧，哎，烧，他们都没闪现，不用害怕。来人，直接一个双重施法 W 回一半血，嘟嘟。哎，走呗。这为什么带减速的呢？那鱿鱼打人不应该带减速啊。
的那一只。哦，希望我不会被这段音乐弄昏了头。Execute it.冰杖应该不太能出得到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其实晕跟那个禁锢我觉得差不了多少，你们觉得呢？那冰杖可出可不出吧，都可以。